来到十分老街，马上就有一台火车经过，这边就放天灯，平息老街的入口。十分街298，这是老街。啊，上面已经有人在放天灯了。十分瀑布的路线，啊，好多天灯。就是在这里释放的，啊，有一颗正要放老街。可以上去了，没睡饱。里面烧的是金子，开始要放了哦。美女，你不用抓，看着我耍漂亮哦。手机给我一支。开始放了多人在这边放，这边也一个，后面也一个。开始点火了哦，点火了哦，一放手就飞上去了。熟了，耶！这样平息放天灯，这里有一颗要放了。耶！大家都平安。八个颜色是300，所以其实每条街价钱都差不多。你说四色是多少？250元。然后八个颜色 是250。对，然后八个颜色是300。我们这一家自己四色也上送照片，长这个样子。对，直接送给你们了。四个颜色250。对，然后送这个照片。送照片。然后八个颜色的话是送3张。哦，八个颜色送3张。八个颜色送3张。然后谢谢。谢谢。帅哥。
走位的咖啡，可爱的小天灯。下雨了。十分，要你十分呢？老街的是这条，老街。哎，阿哥，有一个十分瀑布做水的哦。我还佫行，下差不多半点钟左右。半点钟。开始放了。飞上去了，好多颗哦，耶！啊，火车来了，火车来了。用耶，在这边写好了。雨天照样还是放得上去，可是感觉要降下来了。现在倾盆大雨，马上掉下来。掉下来了，哇哇哇哇哇，烧到民宅哦。这可以也是啊，会不会去烧到民宅啊？掉下来了，哇，下雨天就是这样，失败了。会不会去？会不会去？一半就落下来啊！你，雨太大，那个系啊，雨太大，飞袂去你啦。重点，重点燃，重飞，让两颗掉在民宅了。是韩国的啦，韩国的，韩国的飞我去你。下大雨了，哇哇，凶啊凶啊！哎，咱这对雨伞才给人看到呢，哎，咱对雨伞才看到呢，今麦冲起到一半要落下来，好。啊，不行不行，又掉下来了。哇哇，不行不行，又掉下来了。掉下来了，天灯放不成就是这样。下雨天，残骸啊！这个雷雨也是冲不上去啊，用山的啦，上不去啊，失败！有看过失败的天灯吗？就是这样这样，失败的天灯。飞袂起去啊！这种雨天升不上去啊，又一颗失败了。
热下来了，哦，速度超快的。下雨天放不 OK。那个几片片啊？啊，丢一颗。一颗。哇！这里面这边两个人啊？下大雨不行，太难掌控了。丢一颗掉下来了。出了注定了。哎呀！失败了，掉在人家的民宅屋顶。丢给啊，丢给啊，哦，丢给啊，干，丢给啊！哇，整颗破掉，丢给，这个不行，下雨天不行不行。丢给啊，丢给，不用掉下来了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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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下来了。哇，这个都是失败。失败的天灯啊，到处都是，这个都不 OK。 啊，失败了，火车来了。失败了，失败了，有一颗要冲了。每一颗在下雨天都要冲，不好冲。哇，两颗一起冲。哇。冲去那里了？到这呀？到这呀？给他挣扎！哇！又一颗要冲了，下大雨要冲不是那么好冲。哇哦！哦，这颗比较猛哦。今天个袂歹。比较小了啊。这边，这边。哎，这边。